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为大家介绍一款 Subaru 的车。这款车呢是水平对置2.4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而且呢有260匹马力，它有5000磅的拖拽能力，高刚性车体，153.5立方英尺的内部空间，可以坐7到8人。说到这里，大家肯定都知道了，它就是 Subaru Ascent 这款车。同时，我们今天也要介绍一下 Saramonte Subaru 车行的华人销售团队。Subaru 品牌注重的是 Confidence in Motion， 也就是为客户制造最有价值的产品。带着这种理念， Subaru 研发出独特的核心技术。在1966年， Subaru 研发出水平对置发动机，在1972年研发出左右对称全时四轮驱动系统。凭借着这两项技术的完美结合， Subaru 在行驶性能、操纵性能、动力性能、主动安全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，让开车变得轻松又安全。水平对置发动机气缸水平对置排列在曲轴两侧，让活塞在对向运动中消除彼此惯性的反作用，从而减少运动的震动。 Subaru Ascent 这款车是采用了标准直喷涡轮增压 Subaru Boxer 引擎，结合涡轮增压动力和直喷效率，提供260匹马力，凭借耐用、经过时间检验的引擎和标准的无级变速箱。2022 Ascent 这款车拥有超过500英里的高速驾驶距离，可以带您前往任何你想要去的目的地。Ascent 是所有的 Subaru 车款中牵引力最高的车，它拥有5000磅的拖拽能力，由 Class 3拖车挂接装置、277 pound-feet 的扭矩以及各种行李架配件选件，让您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带上所有需要的装备。Ascent 这款车呢，拥有8.7英寸的离地距离，而且还有 X Mode。凭借8.7寸的离地距离和优化对称四轮驱动系统，标准的 X Mode 时期，即使在湿滑的路面下，也可以实现最大的牵引力，征服崎岖路面的挑战。X Mode 还可以与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合并，那它可以在比较困难的下坡环境中呢，可以保持很好的稳定性。Ascent 驾驶辅助系统、预警式刹车、自适应巡航控制、全方位意识技术，以及 Subaru Starlink 安全及保安系统等等。Ascent 驾驶辅助系统能帮助您驾驶时留意路况，可在每次旅途中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。例如 Ascent 可使追尾碰撞造成的伤害减少高达85%。预警式自动刹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提醒您并全力刹车，帮您避免或减少前车碰撞。预警式油门管理还可以降低引擎的功率，可以尽量减少碰撞力和前车碰撞的损害。 IIHS 的一份研究显示， Subaru Ascent 驾驶辅助技术可将行人相关伤害的发生率降低至35%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车呢就介绍到这里，下面千瑞将带您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华人销售团队。我叫 Steven， 我在这里工作了6年了，我是说国语，都会讲广东话的。我叫 Alan， 我来到 Saramonte Subaru 已经有4年的时间，我可以讲国语和英文都可以。Hello， 我名系叫做 Will， 我就做喺呢度7年啦，我识讲广东话同埋识台山话。Hello， 我名系 Brian， 我做喺度做4年，我讲广东话同讲英文又得。Thank you。Saramonte Subaru 车行的华人销售团队，他们可以讲国语、粤语还有英语，他们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，这里呢也提供二手车收车服务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来咨询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汽车板块的消息呢，欢迎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